间开几大堆，哈、哦，啊下几大堆，但是不一定会做。但是陈清龙议员跟卢秀一样，说到做到。我甲伊唔是跟他市长加这个议员的关系，我也够熟噶。因为我大学是政大毕业，我的研究所是淡江大学毕业，啊，陈清龙议员嘛是淡江大学高材生，所以伊是外学弟哈。所以我们今天淡江校友会在我的左前方来了很多人，淡江校友会，淡江校友会在哪里？哇，啊，这个也是我们最大的后盾哈，啊，得你伊是外学弟。第三个哈，他是我很佩服的议员，其实我从政要三十年，一届选议员，六届立委，一届市长，这是我第八次的大选 ，OK 一。啊，对不起，第九次的大选哈，算高拜，我跨过太侪政经地步的，有的哈心口不一哈，啊政经开几大堆哈，啊写几大堆，但是不一定会做。但是陈清龙议员跟卢秀一样，说到做到。那第二个呢，也毫不灰熊领金，因为有的选举时阵加领金。普通时啊，真贫惰，你找无野人。但是陈清龙议员一年365天，一天利息点一句，拢就领金呢。我亲自见证，一定要保留一席给陈清龙，好不好？好，陈清龙。